清明节即要来到，真侪民众拢会遵循着传统，伫咧即几张前往扫墓，以应应着 COVID-19 疫情升温。并且乡公所除了开放乡邻两个公墓塔来祭拜祖先之外，嘛伫咧塔外广场架设平啊，提供民众祭拜的服务。都是应应疫情，是特别来规划推出着山顶查询先人塔位，阁有免费追思的服务，让民众来使用，撇免巩固。为着要应应清明节民雄乡公所第23公墓纳骨塔会涌入大量的人潮，公所伫3月12号的时阵，就先搭设好碑仔，要予缅怀追思先人的民众会使提早来祭拜。伊即个嘛开放立塔祭拜，但是有总量分流管制，日内民众上限是200人，每一楼层未使超过25个人。并且立塔制作的时阵需要实验者量体温，还有消毒。咱的清明节嘞，已经渐渐用要来搞吼，家乡伫遮要来呼吁咱闽南乡遮乡亲士大，清明搞啊嘞，因为最近呢咱这个疫情一直无趋缓吼，甚至这几日啊都伫扩大。咱为着要来配合咱的这个疫情管制中心的希望家乡伫遮，呼吁咱闽南乡遮乡亲士大伫清明要来祭祖嘞，希望会当利用平时若有时间的人提早来这个祭祖。公所嘞伫3月12日就伫外口已经搭棚啊，要来吼方便大家今仔日。等明仔咱都上班一日，就开始这个长假家乡一只呼吁咱会当提早来上面的咱虽然23公墓也好，16公墓也好，拢真快，但是呐，大家咧做一回来咧，会当讲都较挂无够。我伫只呼吁大家分流从平时先来祭拜上面对咱这个疫情。嘛有帮忙啦吼，大家莫群聚，所以公所伫遮除了拜托大家会当从平时先来祭祖咧，一方面咱爱管制吼，群聚吼，大家不要群聚在一起，群聚咧可以入塔，入塔咱嘛会当总流迄个总量管住咧，一边袂当超过200个以内，一楼。未当超过25个，伫遐借这机会嘛，甲大家报告吼。伊即间除了伫户外有搭棚啊，还佮有桌啊，嘛提供线上查询、森林啊，佮有追溯系统，提供民众随时来查询啊，佮有追溯森林。同时嘛，片面专注啊，佮有提供优质的良好制作环境，金银纸钱及重小由公所来统一处理。乡长何家恒嘛是提醒各位民众，一定要爱戴好嘴罩、勤洗手、多消毒。最新新闻郑一成、闽雄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、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。全部完整呈现，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